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to Guo and Elementary's English in the Morning! If you look at our pictures here, what do you think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我们要讲什么主题呢？食物。哎，啊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吃掉了。哎，这跟食物有关系也好，跟布有关系，可是不是只有食物而已啊。What do you think? It's the next big holiday in America. 美国的下一个很大的节庆。不知道哦，后面的人都会在讲哈，我们听他们讲一下。3, 2, 1 What is Thanksgiving? 感恩节。哎，感恩节哈，有没有人知道感恩节的历史？历史哈，我讲错哈。不知道。不知道。谁知道啊？那忘记了，忘记了就是不知道哈。Thanksgiving all started with these guys here. Who is this? 哎，我你们台湾人都说什么？印第安人，可是英文是 Native American. 好，这边 Native American。哦，他们的声音怎么比你大？他们这么少，我们来 3, 2, 1欢你们观众啊 3, 2, 1 哈，其实你们讲印第安人，现在在美国不能讲。为什么？为什么 ？Indian， what does Indian mean？ Indian 是什么国家的人？哎，我不带。哎，是印度人的意思，因为本来我们的欧洲人到美国去，他们以为他们到哪里？印度，所以他们看到那边的人，他们就叫他们印度人。可是现在已经清楚了哈，而且那个名字在美国已经是不礼貌的事哈，所以我们就要讲 one more time， ready？ Native American。好，那我们现在那个感恩节哈， Thanksgiving， what do we do to celebrate Thanksgiving？我们只能庆祝感恩节。吃火鸡。我们是吃鸡肉，吃火鸡肉，再吃火鸡，一直吃火鸡，然后睡觉，然后起来再吃。啊，为什么会食物那么多？因为我们要做这件事 ，Ready Family Reunion。观众 3, 2, 1 What is family? 家人。哎，家人。然后 reunion 是什么？哎，团聚，就是再集合一下哈。所以我家家会找一个家长或者一个朋友家或是什么的，然后很多人都会集在房子里面哈。那我们 family reunion 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我们会吃，然后看电视看到睡着，哦，起来，哦，嘴巴又痒了，就吃，然后所以我要准备很多食物。First we have good word everybody ham. Ham. 好，欢迎你们 ham. Ham. What is ham? 火腿。哎，火腿，火腿是 ham 哈。好，那说 roast turkey. What is roast turkey? What is roast turkey? 比起你，我只剩下比起你了。火鸡哈，烤火鸡，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烤火鸡，我们的火鸡都是差不多这么大的哈，恐怖的大哈。他说，哦，这是我最喜欢的，在台湾都很难过，我今年可能要自己做一个哈。Ready pumpkin pie. Pumpkin pie. Pumpkin pie. What is pumpkin? 南瓜。What is pie? 南瓜。对 ，pie. What is pie? 对，中文的派是什么？不是，那是英文派是什么意思？哦，中文是派哈。叫pumpkin pie，是南瓜派哈。再说 ，ready？
cranberry sauce. Cranberry sauce. What is cranberry sauce? 蔓越莓酱，好，我们把蔓越莓，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类似果酱，然后可以涂在你的火鸡上啊，涂在你的火腿上啊，涂在你的马铃薯上啊，涂在你的什么都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就是试试狂吃哈。This is easier. First one, bread. What is bread?我们各种面包都会吃哈，所以会准备好几种面包。And last one, 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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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corn? 玉米。玉米，所以我们可以玉米是用炖的，或是用烤的，或是用，反正怎么做都可以吃哈。So we're ready. Corn. Corn. Bread. Bread. Cranberry sauce. Cranberry sauce. Pumpkin pie. Pumpkin pie.Rose turkey. Ham. Ham. 坐在那里是 Family Reunion. Family Reunion. 是谁帮我们定下这个节庆 ？Ready? Native American. Native American. 那我再讲一下哈，因为我们第一个冬天很苦很苦很苦，很多好像大概一半的人都死掉，是第一批到美国去。因为冬天没有东西吃，然后房子也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大概一半的人都死掉了。然后我们的 Native American 说，美国原住民，他们帮我们准备一些食物啊，然后我们教我们怎么种食物，然后提供一些东西给我们用哈，所以我们就是很感谢他们，所以叫做感恩节。后来对他们很差，跟他们战争，杀掉很多了。这应该是美国的白种人要羞羞脸才对哈，可是我们还是很大方的说，哦，我们很感谢他们哈。可是历史上我们要多多思考一下哈。OK， Happy Thanksgiving。然后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讲感恩节的比较有深度的意义哈。OK， and I'll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